揭穿他的真面目！呀！呀！呀！你住手！小心！ 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，林夏，你不要去，他是灵物。别说了，你受伤了，林夏。 林夏，别跟我了。这个冬天过得太快了，就好像。 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我今晚就在房间里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来敲门。 心中。
是干一杯好吗？对不起。没事了。我没有骗你，白起他是灵物。灵物就一定是坏人吗？灵物都是恶的，早晚有一天会失控杀人的。我只相信我见到的，我没见过他作恶，只看见他帮助了别人。如果你不理解我的话，就去看看被他治疗过的人，也许你见过之后就能明白了。